内容2018年9月14日在盛景网联盛景嘉诚主办的盛景独角兽成长营上，严艳春老师进行了以产业路由器卖艺存量市场的新模型为主题的精彩分享。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和讲者审核发布，封图设计历历第2556篇深度好文，10847字，15分钟阅读全网首发完整笔记商业趋势。本文优质度口感可乐不加冰，笔记君邀您思考，以为什么大量的创业公司中途都失败了，梁小米是如何从零走到 0.1 的， 3.5 克网络的诞生意味着什么，下一个五年对中国企业家意味着什么。今天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很多中国企业家正面临至暗时刻，但是你们将迎来巨大的机会，因为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最伟大的新周期的起点。当世人都在说今天的生意难做时，我们来看看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叫戈恩，他是传奇的歌者，也是灵魂的诗人。这是一位最具有工匠精神的诗人，为了一行诗句，他愿意等上五年，五年时间，也许50个独角兽也诞生了，但他在两年前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给我们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一，成功如流沙，未来以来，只是尚未流行。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有一天，我儿子偷偷摸摸地关上大门，神神秘秘的，我就偷偷跟进去，看这娃在干什么，原来他在录抖音。然后不一会儿，他就跑出来跟他妈妈说，我已经有5个赞了，现在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已加入到抖音短视频每天 1.5 亿的洪流中来了。抖音这个现象对我触动很大，从 BAT, 阿里巴巴、腾讯到 TMD, 今日头条、美团、滴滴，再到今天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突然异军突起的 PKQ、 拼多多、快手、去头条，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PKQ 崛起与小镇青年经济、拼多多的崛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市值千亿美金的公司，快手已经长成了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经济体。当我们认为生于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今日头条就是媒体的未来时，结果又有一家具有区块链思想的基于 token 金币模式的新媒体公司崛起了，它就是去头条。不到两年时间，这家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一个拥有 1.8 亿用户的经济体，8月份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6200万。从 BAT 到 TMD 再到 PKQ, 我们看到未来以来，用 KK 先生的话讲，只是尚未流行。我们无法直击未来，因为未来的信号太弱，但它早就提前从未来发射到现在，只是我们的雷达没有设定这个频道。90% 的企业家的雷达系统频道没有设定到这个位置。企业家们的泰坦尼克困境，就像在德国搜不到中国音乐广播电台一样。有一年，我在参加柏林的一个世界零售大会时，掏出手机，发现搜不到德国音乐广播电台，柏林广播电台也搜不到。自然，中国的所有频道到了德国都全部熄火了。为什么？德国广播音乐之声的频道难道不在吗？肯定在，只是我没有 tuning 调谐捕捉到。往往当你能捕捉得到时，很多大公司也早已捕捉到了。但为什么这些大公司还是干不成了？柯达 Nokia 最终还是被这个时代无情抛弃。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功就像流沙一样，有时候成功越大，我们对这种成功的路径越是依赖，依赖的结果就像沙漠里的流沙，沼泽里的沼泽，把你紧紧的拽住，越是挣扎被吞噬的就越快。所以不要再想着用过去的经验获取的路径来应对未来，因为当我们用已知来推测未知时，老想着利用手中已有的资源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总是失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泰坦尼克号困境。我们好不容易赶上了一个大好时代，
坐上了泰坦尼克号，从五等舱开始打拼，好不容易拼到了头等舱。头天晚上还在举杯相庆时，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打开窗户一看，前面如何全是冰山。在这个途中，我们有无数次机会跳到快艇上逃生，但因为我们对成功路径依赖太重，直到遇见冰山想掉头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今天全球的企业家目前都面临着这种泰坦尼克困境，这是我多次提到的一个比喻。二，一个新周期正在到来，耐克成长曲线没有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没有经历过至暗时刻的公司是不会有大成功的。所有伟大的公司都会经历这样一条曲线，我把它称之为耐克曲线，都要经历从0到 0.1、0.1 到1、1到100这三个的关键时期，做对了是一个，做错了是一个 X。最难的阶段是0到 0.1, 一旦突破 0.1, 就可能迅速出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势头。从1到100的增长是非常快的。当你还没有找到未知世界的钥匙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从0到 0.1 这个时期，耐克曲线最底部那段沟沟时期，这是战略黑暗期，也是超级物种基业之路的关键时刻，也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没有经历过一次彻底的痛苦、刻骨铭心的失败，你就看不清未来，你就没有机会重新爬起来，也就突破不了0到 0.1 的魔咒。大部分创业企业家们意志力不够强，最后放弃了公司的，甚至放弃了自己如花的生命。为什么大量创业公司中途失败了？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赛道诞生时会出现一个590现象，也就是说在100家创业公司中最后活下来的只有5家，这5家公司会把赛道上 90% 的利润甚至 90% 的市场份额全部席卷而空。大搜车、汇通达、爱家生活、送小菜、小米、 PKQ 等，他们已经跨越0到 0.1 的战略黑暗期，将会进入指数般的增长通道，成为超级物种。小米公司不再是一家手机公司或一家纯互联网公司，也不再是一家新零售公司或者一家新制造公司，它是一个新经济融合以后最具有繁殖能力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混血儿。小米可能将很快成为一家万亿级别的新经济 2.0 的平台公司。如何画出这根漂亮的耐克曲线？今天很多人在说电商时代要结束了，其实不是结束，而是电商寡头时代到来了。马云在两年在云栖大会上提出纯电商一词，未来将诞生新零售，大家没有必要再谈电商了，因为他已经垄断了这个市场。阿里巴巴2018年财报72000多名员工，创造了639亿的净利润，人均创立100万。ABCD 新技术正在加速产业周期的迭代，当 ABCD 人工智能 AI 跨链 Blockchain 云计算 Cloud 数据 Data 加 X 正在加速每个产业周期的迭代，一个月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季度。如果有人说要做新媒体、新物流、新零售、新消费或者新金融时，就没人能绕开 ABCD 新技术的加持和赋能。这种技术赋能后的新媒体将打败旧媒体，新服务将打败旧服务，新餐饮将打败旧餐饮，新零售将打败旧零售，新物流将打败旧物流，新制造将打败旧制造，新金融将打败旧金融。当 ABCD 人工智能 AI 跨链 Blockchain 云计算 Cloud 数据 Data 加 X 正在加速每个产业周期的迭代，一个月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季度。AI 人工智能正在开创机器人社会和人类社会平行运行的世界，数字经济体和古典经济体正在加速镜像，形成平行宇宙。ABCD 新技术开始跟世界融合在一起时， AI 算法正在接管我们的生活，吞噬我们的世界。今天我们看什么新闻，读什么文章，是今日头条的 AI 算法决定的。今天早晨上班，马未司机来接您。
是滴滴的 AI 算法决定的。您未来的人生伴侣或第一次约会的对象是谁，是听的和探探的 AI 算法在帮助你安排。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打开探探，左滑右滑上滑的时候，可能 AI 正在开启他人生的第一场约会。为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你要有 Facebook 账号才能进入 Tinder 约会的世界。每年有数百万的年轻人通过 Tinder 走进了婚姻殿堂，而且他们的婚姻状况稳定率很高。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算法的力量。十年前第一代苹果推出市场时，大家感觉好像没有改变世界。但当第二代第三代苹果在斯科特的浪潮推动下到来时，彻底改变了整个互联网世界，移动互联网成为真正的互联网。接下来100倍速的五颗移动互联网再连接一切的物联网，建立全球信任和价值互联网的区块链技术。这个万物账本的数字化世界到来时，我们从人连接的时代走向一个万物连接的时代。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商品，每一个消费场景，每一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被重新连接起来。因此 FDC 加 X 加速每一个产业周期迭代的时候，当一个月变成一个季度的时候，今天 AI 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小数据正在帮助我们重新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认为在消费市场里，尤其是我们今天进入到消费升级的市场，一切皆可重来，所有品类都值得用新消费主义重新做一遍。三，消费升级时代，一切皆可重来。下一个十年，中国两亿多新中产，三亿多 Z 世代将推动全球最大一波的消费升级浪潮。大量的旧物种、旧消费品牌真的可能很快将消失在消费者的地平线上。今天中国人口红利从数量红利走向了人口结构的红利，我们看到了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 2.5 亿人，这一群人他们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他们有消费能力。同时最大的人口是千禧一代新中产和 Z 世代的崛起，95后出生的 Z 世代人口超过 3.7 亿人，正在成为未来5到10年新消费最大的主力军。如果你的品牌离开这个市场做生意，不可能大规模的增长。十年后到2028年，这个地球上有 30% 的人口，差不多有25亿是 Z 世代，其中有5亿多人已经步入成年。 Z 时代的人对品牌的了解度比我们 Y 世代的人要多三倍以上。什么是新消费主义？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排一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半小时的队喝一杯喜茶，那么他们在排队时在干嘛？给自己来一张45度仰角的自拍，发一个朋友圈，本姑娘正在喜茶门口。95后这一群 Z 世代年轻人正在成为新消费主义旗手，他们追求存在感、仪式感、参与感和幸福感。也许在目前这个年龄阶段，他们可能还没有家国情怀，也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确幸。他们出生在物质丰饶的时代，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忘情于二次元世界，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非常丰盛的。新消费主义有三个趋势：一，从拥有更多走向拥有更好；二，从功能的满足走向情感的满足；三，从物理高价走向了心理的溢价。当这三个趋势在推动新消费主义浪潮时，我们认为所有品类都值得重新再做一遍。第一，所有品类都值得按新消费主义的逻辑重新再做一遍。看今天的小米，它已经不再是小米了，变成了紫米、黄米、青米等各种米字辈大家族。小米不仅在制造优秀的产品，更是在制造优秀的公司。再看瑞幸咖啡、喜茶、答案茶、抖音、快手、章子怡的飘飘羽毛，甚至熊猫精酿，这些新消费品牌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时候，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掀起一轮新国货运动的创业狂潮。
战狼二和前任三这些十亿票房的电影。Odo Vivo, 海蓝之家 ,PKQ 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这些小镇青年的消费力量。海蓝之家市值超过了600亿，它的利润是25家服装行业里的上市公司的 40%。当李宁、邦威这些老品牌在生死线上盯着的时候，海蓝之家在小镇市场上赚得盆满钵满，它有30多亿的净利润。第二，所有业态值得用心零售重新做一遍。去头条小物说，名创优品真的是用心做新零售。再看河马先生，河马先生不是阿里巴巴进军实体店的一个信号。70% 的用户都是来自线上。阿里巴巴是紧紧围绕电商的人口，为了把生鲜这个品类做到极致，他们创造了3公里商圈30分钟送达的分布式物流网络。所以当1000个河马先生开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建成中国最高效的分布式物流配送网络，跟菜鸟这种集中式的物流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瑞幸咖啡它重新定义了第二空间，如果第一空间是家的话，那么第二空间就是办公室。瑞幸咖啡重新定义了第二空间，打破了雀巢速溶咖啡在第二空间市场的垄断。到今年7月份，店铺已经开出809家店。未来5年，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信息互联网到价值互联网，从电商经济体到产业共同体，一大批新物种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新媒体、新服务、新餐饮、新零售、新物流、新金融、新制造也在走向融合，就像杂交水稻，更有生命力。四，产业共同体重构万亿存量市场。中国贸易战之后将加速中国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我们该怎么去做？简单的逻辑就是做一个产品公司，这是 1.0 时代的逻辑。如果说 1.0 时代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时代，那么很多企业家的思维就是纯产品思维，把产品做好就是一切。但这还不够，因为总是会有同质化现象。到了 2.0 时代，就是资本能不能帮你打通这个市场。现在看起来，在一个特别碎片化的市场里面进行产业并购，效率太低，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一个市场投100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连10%都不到。每一个存量市场都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市场。所以今天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大量的市场碎片化团结起来的产业整合模型？为此我2年前提出了一个 3.0 的产业路由器的模型。7到11人效比肩阿里巴巴的背后，7到11的背后，最令我惊诧的不是人效很高，而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传统的便利店毛利率居然是 90%。 几年前我在为零售本质写序时，对这个案例进行了深度研究，了解到这个人效的背后是通过产业路由器打造了一个产业共同体。这个产业共同体从利益连接走向了命运的连接。7到11的人效比肩世界上最赚钱的阿里巴巴的背后，是一个快消品行业产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90%的参与榜，无论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获得了3到5倍的成长。我有机会研究了7到11的损益表，我发现7到11日本公司8000名员工创造了接近10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人均创造利润为120万元，人效比肩世界上最赚钱的电商平台公司阿里巴巴。之前在我和很多人的眼里，7到11不就是一个传统的连锁便利店吗？实际上我们对7到11的认知是错误的。它的模型7到11总部着手把在日本每一个商圈里头部碎片化的需求连接起来，团结进来，就像在侠大坝一样，把需求端2万家夫妻老婆店团结起来，通过产业路由器把供给端的178个工厂还有140个物流中心连接起来。但这都不是他自己的资产，全部是这些头牌供给。他根本就不是一家传统商业模式的零售公司，
七到十一将自己打造成为产业路由器平台，将这些小店与这些物流中心和所有工厂实时连接起来，将自己唯一一个中介去中介化，此刻不赚差价，不赚通道费，不赚佣金，不赚广告费，通过共享采购、共享配送、共享制造、共享研发、共享库存、共享供应链，为小店、小工厂和小的 BC 提供了三大赋能，从商品赋能、经营赋能到基础设施赋能，成就了他们每家的投资都得到了很大的回报，打造共享赋能型产业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从电商到产业路由器模式，七到十一创造了一种新的利他经济模型，把实体经济和电商经济所有的商业逻辑彻底摧毁。他创造了一个产业路由器模式，这个产业路由器团结了整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所以他就像打造了一条产业高速公路，在这个产业路由器里只做实时连接、智能配对、打造价值洼地这三件事情。这样一种打法是一种 3.0 的产业路由器模式，这种模式帮助我们打造出了一个超级物种，这种超级物种从 B2C 到 B2F， 产业路由器只是一个道具和平台，它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赋能型的共享经济体组织，在共享经济市场里，有闲钱的出钱，有闲人的出人，有闲置的出置，有闲力的出力，先利他，后利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造这样一个产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第一次把称之为新经济 2.0 的时代被创造了出来，而不再是590的头部效应。到590现象， 90% 的参与方能够获得5倍以上的增长，尤其是总毛利的5倍以上增长。所以 90% 的7到11的小店在加盟前一年的毛利可能只有100万左右，在加盟后增加到500万左右，单日销售额从2万增加到4万，之前的毛利可能不到 20%， 现在毛利能做到 31.6%， 所以任何参与方都能够获得巨大的增长，打破了今天在淘宝系、天猫系、京东系的两极分化现象。为什么阿里巴巴重仓45亿到新农村产业共同体汇通达，五星集团旗下的汇通达，一个成立不到8年的公司，已经打破了当年五星电器时代的结界，重新从农村市场出发，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地。目前已经有92000多家乡镇上的夫妻老婆店被他们团结起来，通过产业路由器连接了200多个品牌的原厂商分销网络，大量闲置的库存。2017年 GMV 已经突破2200亿。我们盛景去年投资1亿之后，阿里巴巴今年重仓45亿投资到汇通达，估计今年将成长为拥有1亿新农民会员， GMV 超过3000亿规模的新农村产业共同体。为什么大搜车3年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二手车产业共同体？我们再看一下汽车行业里的大搜车，上个月它的收入已经突破了300亿，但大搜车在2012年刚成立时，只不过是其创始人姚军红在北京最大的金源购物中心开的一家占地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二手车店，但当今天已经有110000个二手车店地老板团结在大搜车打旗下时，这家公司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一个耐克曲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所以当人人都想练吸星大法，把全世界碎片化需求团结起来时，意味着一个新的产业周期正在到来，小米的逆袭。2015年小米开始进入至爱时刻，当年营收为780亿元，同期只增长 5%。 智能手机出货量2016年全年出货量暴跌 36%，从2014年的冠军宝座跌落出前五名。按理说这样一个跌落到第六名、第七名的公司是不可能再回到主战场，但小米今年七月份已经完成上市，市场价值超过4000亿港币。2017年小米开始重新恢复了高速增长，
全年雷军说 ,2017 年是小米的逆袭之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公司销量下滑之后能够成功逆转，除了小米，这是小米发展史上意义非凡的重大胜利。小米生态链战略是小米逆袭的关键，这个生态链打的是群架，形成了非常宽的护城河。小米围绕着攻克南和米粉的时间线、空间线、马斯洛需求线，打造了一个三维的全场景经济体，并称小米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小米就从仅有手机、平板、电视、盒子等等少数单品的区逐渐变成了覆盖客厅、卧室、厨房、儿童房等全场景产品线，成为的航母舰队。小米生态链产品线发展成为现在的15大分类、数千个 SKU 商品。小米生态链的核心是构建了新零售的产业路由器平台，在需求端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线上和线下的力量。如今已经有400多家小米之家的店遍布在一二线城市，在三线城市已经有37000个直供点。在供给端，通过顺位基金投资了99家不同品类的产品公司，反向孵化 90% 成功，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小米有品的严选模式，团结了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第三方产品公司。产业路由器只干好三件事：实时连接、智能配对、价值洼地。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前台、中台和后台，实时连接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收集整个产业链的大数据。通过 AI 和大数据智能配对，重构人货场，精准配对。通过共享和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产业链，在效率、成本或规模等三个方面深挖价值洼地。五、Token 经济体。物客网络的诞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百倍速互联网的诞生，物客将引爆物联网。如果说速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物客将要当我们看到万事万物都连接起来时，当机器人给我们开车门、帮我们运货、递盘子时，意味着机器人社会正在进行中。物联网加物客加区块链，万事万物、一切资产都能够进入区块链账本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可信的世界。价值互联网、资产互联网、财富互联网将应运而生。区块链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革命，它更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一去头条，去头条，看新闻可以赚10个金币，写一条评论，赚200个金币，拉新赚1000个金币和8元人民币。今天的去头条用户已经突破了 1.8 亿，活跃用户已经突破6200万，最近刚在美国 Nasdaq 上市。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去头条？因为去头条第一次把为他们创造最多广告生意价值的用户连接进来，建立了一个所有用户可以长期分钱的制度。我们看最新的财报，去头条把自己广告收入的大部分都分配给只有金币的用户。二享物说，享物说不到半年发展了2000万用户，融资已经超过 1.1 亿美金。它的底层逻辑是人人送闲置物品的小红花，不像转转闲鱼是卖闲置物品，而是相互赠送闲置物品。交换的媒介是小红花，我送你一个 iPhone 7， 你送我1000多小红花，我拿着我的500多小红花去给我太太换一支别人不用的口红。三、平行宇宙。未来会出现这样一个平行宇宙，古典经济体和 token 经济体竞效运行。当古典经济体按公司股份制运行时，未来会出现一个 token 经济体，它会按照社区 token 通证制来运行。去头条不仅建立了一个新闻社区，它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是所有用户如何分钱的制度。他们认为这种 token 经济体是让所有参与方一起建立共识，一起公平分钱。当这样一个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后，我们发现人类第一次打破了古典共享经济的思维，只是完成了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token 经济体
实现了股权和币权的分离，将用户可以通过持有的 token 来分配实体经济的收成。如何设计这种 token 经济体，赋能实体经济，这是我们设计产业共同体市场机制的关键。以7-11为例，7-11的产业路由器不赚中间差价，不赚交易佣金，不赚广告费，但它的整个产业共同体打造了一个无产业高速公路，创造了一个规模高达2800多亿 GMV 的经济体，整个经济体总毛利润只有接近900亿。所以这一切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经济制度一直就是如何分钱的历史。如果说当年英国人发明的股权制定了所有股东公平分钱的制度，硅谷的先驱们发明的期权制定了所有员工公平分钱的制度，那么利用区块链思维建立的币权则制定了所有用户公平分钱的制度。这个币就是 token 通证，可能是去头条的金币，也可能是想物说的小红花。我们看看每天都在用的滴滴、优步有没有给我们用户一毛钱。承载了10亿用户的腾讯，当它市值5000亿美金时，有没有给用户分过一毛钱？当20亿用户成就了 Facebook 这样一个6000亿美金经济体时，它也没有为一个用户分过一毛钱。当 Token 的共享经济模式开始研究如何给用户一起公平分钱，第一次实现了股权和币权的分离。这个币可能是去头条的金币，也可能是想物说的小红花，它可能是一个代币，也可能是一个数字货币。这是要打造一个伟大的社区、伟大的公司和伟大的产业共同体，制定一个新的制度，让所有用户、所有参与方一起分享利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是一个 DX 的时代，区块链去中心化或分布式的应用叫 DApp， 让所有的参与方用户一起公平分钱。所以去头条就是 D 头条，将来 D 淘宝、D 天猫、D 转转、D 闲鱼、D 茅台。 Token 经济将会成为下一个百年最伟大的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要摧毁公司股权和期权制度，而是制定了一个平行世界数字经济体的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让产业共同体或社区的所有参与方、用户可一起达成共识，一起创造价值洼地，一起创造繁荣，最后一起公平分钱。我们认为 Token 共享经济可以让财富自由流动，因为我们人类有大量闲置的实物资产、虚拟资产和数据资产，这些资产闲着也是闲着，完全可以用共享经济来激活这些闲置资产。怎么激活？ Token 经济建设分至三个阶段，以资产为 Token 通证化，引入 Token 这种通证的机制为这些闲置资产进行定价，我们把它称为 Debt， 就是资产的通证化，记录这个区块链账本。二，通过 AI 和大数据的智能配对，把供方和需方通过 AI 和大数据进行智能配对，利用 Token 体制进行个性化推荐。三，未来在考虑发行数字货币。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阶段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想物说、去头条。在 APT 阶段实际上是利用古典经济体的三大资产备注，实物资产、虚拟资产、数据资产，打造一个 Token 的经济社区，在一个社区发行小红花或金币。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激励用户和繁荣社区。在第二阶段可以上链，让我们的资产具有更大的全社会的全球性分享的信用机制。将来我们可以在第二阶段来打造一个公链，开放整个社区，建立信用机制。所以也把第二阶段叫做上链。第三阶段当然是政府也在讨论的将来数字资产如何完成交易。这个时候数字货币就会进化成一个分布式的数字资产交易所。这一阶段是合法的，也是可行的。像物说和去头条成功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榜样。一带一路经济体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大陆经济体，亚欧经济体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经济体。在这里
打破中美贸易结界最好的模型就是发行一带一路 token 丝路币。事实上，在一带一路经济体里有6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把它大量闲置的产能、库存和消费需求共享出来，上一个链彻底把它变成世界最大的一个数字经济体。大搜车就是这么做的，它就像一个二手车的探探，让卖家和买家尽快配对。比如在方圆300公里可能就有70个老板在卖二手车，把这70个老板的库存共享出来。那么在天津的王老板二手车店的车也可以让北京张老板帮忙卖。这样一来，在300公里内的所有库存就变成了一盘货，整个交易周期从行业平均40天缩短到20天。总结一下，战以后美国跟苏联控制了整个世界，戴高乐将军提出我们欧洲要团结起来。从1952年美钢共同体到今天的欧洲共同体、欧盟、欧元区，今天欧盟把欧洲小国团结在一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三分天下，中国市场已经从过去30年突飞猛进的增量市场进入慢速增长的存量市场。中国上万亿规模的产业比比皆是，但整个市场是非常碎片的，这正是我们最大的机遇。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值得用产业路由器重构一次。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 ABCDJX 新技术推动的产业新周期，它在加速每一个产业的迭代，产业路由器正在成为产业互联网新的抓手。我们要打破电商经济现有结构，盘活存量经济，重构存量经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产业力量，共商共建巨头黑洞效应的产业共同体。产业互联网时代要打破传统的分销思维、自营思维、交易思维，更要放弃消费互联网时代的电商思维，而应该要重新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产业路由器重构你所在的产业，能不能成为你所在行业的大搜车，你所在行业的会通达，或是你所在行业的7-11。我们大胆预测，在每一个行业都有这种万亿存量市场重构的机会，每一个细分市场都有可能诞生出一个产业欧盟式的超级独角兽。产业路由器正在成为产业互联网新的抓手，我们要打破电商经济现有结构，盘活存量经济，重构存量经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产业力量，共商共建具有千亿甚至万亿规模的指数增长或黑洞效应的产业共同体组织。梭罗在《瓦尔登湖》写道，有些人步伐与众不同，那是因为他们听见了远方的鼓声。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为大家轻轻敲起了这个鼓声，你听到了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新文章为作者独立供电，不代表笔记侠立场。盛景独角兽成长营简介，盛景独角兽成长营致力于帮助更多早期天使阶段优秀企业，联合20家中国最顶尖的一线天使投资机构深度合作，联手构建早期优质项目投后赋能平台。第一阶段聚焦 B2B、AI、新消费三大领域，利用合作共享模式建立完整赋能体系，助力优秀早期项目尽快完成 A 轮融资、定模式、定产品、找客户等，迈向独角兽或潜力独角兽企业。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